10岁就开始在家里面做饭了，从业厨师大概有20多年了。出国前呢，做的应该还算不错了，然后呢，也经常参加过这个电视台饮食栏目。好，我是咱们大生活家的主厨何宇。好，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糖醋小排。本身从全聚德离开呢，其实我也是很多的想法。当时呢，里面的师傅呢，还有都挺震惊的，说你干成这样了，你还会要离开，为什么？我想呢，一个年轻人一定要有冲劲儿，一定要干点什么，要多学点东西，所以我才去出去闯一闯。第二这个原因呢，是为了家人，因为我母亲呢在2010年患了一个重病，所以呢我想通过我的努力给她换取一个新鲜的空气，这样呢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新西兰。只要他把路选择对了，那他就要认真的去走。在我们的有生之年，我能够更好的让孩子有所发展，这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来到新西兰，生活状态与国内的反差还是很大的。在这边呢，你人生地不熟的都要从头开始，包括你的食材的认知。茄子来一筐，哎，毛利瓜有需要吗？毛利瓜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挺好，可以。新西兰的食材呢，它要求很严格，它这边很局限性，但是呢，这个局限性不是不可以弥补，用厨师的能力、技术来弥补食材的不足。哦，这种面皮呢，就是洋人经常用的这种，啊，他们一般就是做什么？起酥啊，酥皮啊，这种，啊，这个东西呢，我要可以研发呢，可以做一个咱们中式的一种苹果派。小车倍儿多。来到了奥克兰之后呢，我就来到了禅意。来，干锅牛肉加饼。我发现中西方的食客啊，差异性很大，这个呢，对我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那个宫保虾球啊，宫保虾球，然后那个糊呢，一炸的时候要干一点。然后呢，兜那汁要少一点。这样要想把客人留下来，就必须适应当地人的口味。洋人还是喜欢这种从感官上、视觉上的冲击，然后呢，去来吸引他的眼球，吸引他这个点菜的几率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想起来把这个梅菜扣肉做成那种宝塔形状。在咱们禅意呢，确实接待了很多国内的大腕明星，莫文蔚啊、那英啊、梁静茹啊、姜昆等等吧。慢慢慢慢的去融入到这个社会里，看拌一拌就可以了。Really, really nice. And the chef, he looks so young. I recommend it for anyone. 好，那我们想再研发一下适合于中国人、适合于洋人的这个相结合的一些菜品。做这个苹果派，可能洋人呢会把苹果啊切成片儿了以后呢，我直接抹在皮子上面，直接上火去烤。但是呢，我要是搁在中餐里面呢，我可能会借鉴一个很好的刀工，再刷上适量的这种奶油，把它卷成一种花的形式，再上火去烤。这又是中餐跟西餐的这么一个差异。包括做这个烟熏三文鱼配牛油果。世界上三大餐饮体系是法餐、清真，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餐。一定要让国外的人认识到真正的中餐是什么。何师傅他是天生充满艺术细胞的人，他会把艺术跟菜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呈现给顾客的不单只是一道菜品，而是视觉上跟味觉上的双重享受。今后想把禅意呢再扩大，然后让更多的洋人，来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中餐，中国的饮食文化，这是我未来的这么一个梦想。